小董，我是武汉大学的国际教育学院的留学生，我已经在武汉读了4年的书，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，我是个健身爱好者，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和你们差不多一样的，只是自强不息，天天向上。China, because you know, I'm all about, you know, trying to find out who I am.